好了，到了。感谢今天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们到了今天的目的地，鸿运琴行，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买吉他的琴行。今天咱们来鸿运拍点有意思的。Chad Smith， 二楼太帅了。今天咱们就在这儿玩玩，时隔得有十来年了吧，再次来。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像是非典刚过啊，那是2003。我人生当中第一把花钱买的吉他，是在这儿买的，地下一层。然后马上就让高老师给我把品丝磨了，买完了就给磨了，卡卡芯子给直接给磨了。对，可逗了。然后还买了一个 RP50 啊。还买了一个Fender 15瓦的那个小箱子，15R。当时风靡一时的型号。那之前都是最火的是5052嘛。对，那是日系的 ，RP50是美系的。然后姐的楼下呢，当时买那个 Black One 也是在这儿，是姐卖我的。那事儿讲起来也挺逗的，所以对鸿运是特别有感情，在这儿想当年也是消费过好多东西。都是黑票选手。哥，你这是开了多少年了？今年是29。29年。对。为什么呀？你喜欢这事儿是吗？对。以前也弹琴。对。还差70年就快百年了。真好。像北京像这样的还能一直玩的这么好的，玩的这么紫密的，好像不多了吧？对，基本没有。哥真可以啊！这边看看。多来劲，尤其这个带着 H 的这个小标，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简单的人一看这种标，都觉得这个琴肯定好。至少都是货真价实。还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跟着我哥他们那帮人，就那一代来过一次，当时都不敢进来。那会儿小，上小学，然后那会儿哪儿那个文化的嘛。对，觉得就是不穿皮夹克。今天我不是特意弄了一个皮的，我觉得哎，这才对。那会儿全都是必须得皮夹克，皮夹克，头发还得学长一些。对，满满的回忆，还行。不过挑的那买的都是好的，还是对的。嗯，还是对的。现在反正也都涨了，真好。今天来，正好也是赶上，我们想去聊一聊 Gibson。一会儿 Gibson 的静轩老师会过来。然后咱们谈一谈，聊一聊这些有意思的东西。你每次这么一下都为了对那音频是吧？对，有的时候不是这个话筒收的，有时候跟家是别的话筒，就是为了好对。其实咱们开始吧。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你们好，非常开心。疫情期间我们终于又出门了，做好了非常好的防护以及检测，这个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然后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北京的鸿运琴行，一个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具有意义的地方。刚才在这儿跟王哥聊了半天，谈了会儿湘琴，然后接下来进入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直就说想聊 Gibson。 然后今天特意请到了静潇老师，我相信好多朋友应该都认识他，然后让他自我介绍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大家好，我叫静潇。我认识你的时候现在又是啊，对，因为我是最早是在吉他中国是做版主，当然现在也依然还是版主，就等于一直就做下来。然后后来是去的现代乐手，在现代乐手是做编辑，暴露年纪对，你说现代乐手好多现在小孩都没看过了啊。对，现代乐手是非常不错的那本杂志，关于这个电声乐器的，在那个时代真的很难得，真的是很难得。然后很可惜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没活下去。对，
所以是才会有我们自媒体，才会我们能够看到高峰老师的 vlog。 哎，那你现在呢？我现在就是个人做一些个人创作。嗯，个人创作。对，搞创作吧。还有一个 Les Paul 的一个公众号 Les Paul Fans。 嗯，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会在这个公众号里边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 Les Paul 方面的小知识，希望大家都关注。所以今天聊 Gibson 算找对人了。嗯，其实跟静浩老师我们俩真正见面是在去年乐展上。对的，在达里奥那个展台。其实那个在现代乐手就是也有过接触嘛，当时。啊，对，因为我好像接受过采访还是怎么着，我忘了。对，而且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 G11 当时是参加那个亚洲节拍乐队大赛。嗯，那是是啊，很有历史感，暴露年龄，再一次暴露年龄。十年前啊，就是那个当时有个亚洲节拍乐队大赛。嗯，雅马哈举办的。对，然后 G11 当时是获得那一年的冠军乐队，然后非常优秀。对，后来还跑日本去了。所以当时就是对高峰老师是印象非常深刻。那我开始了啊，咱们那个直接切入主题啊。好的，不进行这种寒暄了，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很有意义。然后那个如果熟悉我们频道的节目会发现，之前我们会有一期谈那个 Jimmy Page 那只元年的 Fender Twin 音箱。嗯，但是当时很多小伙伴在吐槽我为什么没有拿一个 Gibson 去弹，因为我当时是拿了一个我代言的 AZ， 因为当时手头正好就那一把琴，而且那天我的状态也不是很好，那天石头的声音也没有完全的展现好那台。再加上我之前其实做过一个 ES335 和 D'Angelico 那两个琴的一个对比，虽然他们俩根本就不在一个价位上。嗯，然后我就想，虽然我看那些摇滚明星，嗯，听那些音乐，但是我对 Gibson 这个品牌的乐器其实用的非常少，所以今天找你来呢，我想多跟你去聊一聊关于 Gibson 这个品牌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文化。好的好的，那我就开始了啊。好的，我的这个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 Gibson 和 Fender 是一个什么关系？因为大家可能最熟知的，如果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两个电吉的品牌，大家就会知道这两个是最大的，嗯，最知名的 Gibson 和 Fender，嗯，也在摇滚乐的发展史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嗯，那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吉的品牌，能不能够介绍一下 Fender？ 可能很多人都很了解它是怎么形成开始，那 Gibson 到底这一脉络，嗯，这系统是怎么回事？嗯，你给大家好好科普一下，也给我好好科普一下。就是谈不上科普吧，就是闲聊。因为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很多东西大家在网上一搜，可能比我讲的还要详细。咱们今天呢，就是更多的是借这机会完了来聊一聊。嗯，就是首先呢，这个 Gibson 和 Fender 它是什么关系呢？他们没有竞争关系吧？因为是他们音色啊，他们外形什么的，完全都是两个方向，更多其实是一种互补。因为他们都是在那个年代，然后创造了很多经典的声音，就是给我们的这个。等于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吧，嗯嗯，啊，这样才我们才会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音乐。由于这个乐器本身，嗯，然后才能够创造出来更好的音乐。说到 Gibson， 它本身啊，比 Fender 的历史要悠久的这么一个品牌，嗯，要早了很多。当时 Gibson 的创始人他是叫 Orville Gibson，嗯，我们经常会看到 Gibson 他那儿有一个什么1894，他是在1894年，嗯，从那时候开始做曼托林，然后过了若干年之后，1950几年。1952年，然后推出了这个Les Paul 型吉他 ，Gibson 的第一款的实体型吉他。Gibson 的电吉的型号是 Les Paul 第一个。对，它名字叫 Les Paul， 就是相当于是 Les Paul 先生的签名款了。它琴型是什么样的？更接近现在的那一款？从古年代实心的。对对对，一直都没有变。Gibson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把这个拱面从那个弦乐运用到了吉他这个制琴的这个方面。嗯。所以它有很大的这方面的延续。很早就 ES 系列，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系列，它就是有一个开创性的拱面，这个是在之前的吉他品牌当中是没有的，这是 Gibson 的一个开创。嗯。完了，另外 Gibson 的一个开创就是你在琴颈上面加了那个钢筋。嗯。谈到了50年代推出了 Les Paul， 这是第一款实体型吉他，但是实际上 Fender 比它早了几年，然后就已经是推出了实体型吉他了。明白啊，然后具体的这方面大家都可以在网上能够查到。嗯，然后，但是我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好玩的这些东西。嗯嗯嗯，就是说是 Les Paul 先生他本人他也是一个发明家嘛，多轨录音，咱们熟知的那个多轨录音什么都是他发明的，甚至是包括 D
第一款无头琴其实就是 Les Paul 先生发明的，但是他后来没有应用，因为他本身是一名爵士吉他手，大音量会受到那种回授嘛，他为了减弱这种回授，然后他是在一块那个实心木头上面，然后钉了两块爵士级的琴体，然后配了一个 Epiphone 的琴镜，做了这么一把就是四不像的吉他，就是叫 Log。 他也是实体型电吉他的先驱者。电吉他发展啊，它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它不是说是具体某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然后发明的。 Les Paul 先生是一个先驱者，然后他呢就曾经把他这个设计啊拿去给 Gibson， 然后 Gibson 没理他，然后芬德尔真找了他，芬德尔找他说，哎，那个那什么，你来我们这儿吧。 Les Paul 他就是说是我看不上你，刚才也谈到了 Gibson 是1894年然后就开始做琴了，相比之下芬德尔在当时那些乐手里眼睛里就根本就是算不上号啊。当然现在是芬德尔是已经是发展的非常好了，由此就通过 Les Paul 的这个行为就能可以看出当时的那个 Gibson 和芬德尔这么一种关系。但是 Leon Fender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推出这些电吉的型号，到现在 Stratocaster 他都是一个电吉他型的这么一个标准，就是一看到这个就是电吉他，就能跟电吉他画上等号。但是 Les Paul 的外形呢，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就是单缺角的那么一个吉他造型。这是我这是总是在跳跃。没事，俊超老师就明显属于那种脑子装的东西特别多，所以他经常会跳，因为想起了某一个，可能就突然蹦起来，又偶尔会想到别的，然后顺着就说过去。其实我也有一个主线，我主线就是从这个 Fender 还有 Gibson 这些对比啊，完了这些关系，还有这些好玩的这些说，我并没有严格的按照一个历史的脉络，因为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要看这个，在网上好多的这些比我诉说的更加那个严谨，更加是有条理。我可能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比较好玩的，就是可能你不知道的，当然你也有可能知道。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本身我们是一个聊天的节目，分享嘛，就是分享聊这些。那关于 Epiphone 呢？ Epiphone 其实历史就是也是很非常老的那么一个品牌，它和 Gibson 然后就是 Gibson 把它收购了，但是 Epiphone 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琴型，像 Casino 什么的，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但是后来 Gibson 呢就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自己的子品牌完了这么来运作，把那个 Gibson 一些经典的琴型用一些就是比较低端的一点的价格，稍微成本低一些，对，成本低一些的这个市场定位就相对来说更加低端一点，比较平易近人的价格就可以谈 Epiphone，然后呢高端一点可以就是谈我们的 Gibson， 大概就是这么一层关系。 Epiphone 还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品牌，包括是那个时候的 John Lennon 什么 Beatles 什么的也都是用这些 Epiphone 吉他。我前两天看了一 YouTube 上一个 Zach Wild 的现场，他也老使Epiphone 是吗？我看他老使，那可能是比较早的了，因为他现在是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是吗？Wild Audio。然后说到这代言这个，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 Gibson 它有一些就是使用者吧，会有一些签名款、签名琴什么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挺想跟你去聊聊的，因为我之前在和 Fender 的，因为我们传统的概念啊，比如说我现在是艾宾斯的代言人啊，而像 Fender 它是没有代言人的。对的，它都是比如说 signature 的 artist 或者说什么，对，没错，这种型号。Gibson 它也是这样，它也都是没有代言人。Gibson 以前没有代言人，但是现在有了，全球唯一的一名代言人就是 Slash， 但是在他之前是没有代言人的，但是他有对合作艺术家，然后可能会推出他的签名款，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层关系，就是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关于 Gibson 我还想再多聊一聊，就是关于他历史方面的一些东西，因为我刚才提到了那个 Gibson 的创始人 Orville Gibson， 不知道大家留意没有，就是 Gibson 那个琴头它是那样的，我们就是很多琴友都，我可以拿一把吗？对，随便拿一把就行了。你看，就是在巡航就是有这个好处。航运巡航，大家可以看到这样，这么看，就是它的这个琴头它是这样的，我们会把它叫成那个 open book， 就是有点像那个打开的书这样。但是它还有一个称呼呢，就是什么呢？就是 mustache， 是一个胡子的形象。就是来自于那个 Gibson 的创始人 Orville， 他的形象就是这么一个。所以这个是这么来的。对，这是也是一个传说吧，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东西。Gibson 的琴头都是传说。对对，都是传说。传说太多了。那我再拿一个，你放上。
拿一个 Les Paul 啊。啊，顺道其实想跟你聊聊，就是说这些关于型号的，我准备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大家会经常会看见 Gibson 琴头上有各种各样的，无论是在这盖上，或者是在前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字儿，因为我的使用比较少。我并不知道 Gibson 除了大的系列的区分，比如说这是 Les Paul， 这是 SG，除这以外有没有也像 Fender 一样的，比如说它是 Custom Shop 啊，或者说是 Master Build 的这种区分。我不知道它的各个型号和各个级别之间的区分是一个怎样的制式，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它没有一个就是 Master Build，或者说是之前没有过。最新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 NAMM Show 上，这个展台上有两把 Flying V， 然后上面标注了是 Master Build，标注的这个人他是Leo Scala，他是一个优秀的制琴师，他是经常会做一些那个特别漂亮的手工吉他，枪花乐队的现在的二琴Fortas， 就是他用的那个吉他就是 Scala。就是非常漂亮的一款吉他，就是这个 Leo Scala 他的作品。然后我们今年就在那个 NAMM Show 的这个展会上看到了 Scala 的这个 Master Build， 真是非常令我惊讶的一件事情。会不会以后那个 Gibson 也会出这种 Master Build？ 会不会是跟那些有名的制琴师有这么一些合作呢？这个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在今年之前，Gibson 是没有 Master Build， 它都是分一些工厂，比如说在 Nashville， 它是有 USA 工厂 ，Gibson USA 的产品这个生产线，像我们最比较了解的 R 系，就是那个 Custom Shop 的这个产品，基本上是属于 Gibson 上高端的这些产品了，都是在那个 Custom Shop 里。其他的工厂，像比如说蒙大拿，蒙大拿的工厂是生产原声吉他的，之前还有是在孟菲斯是生产那个这种半空心琴体的这个吉他，在2019年关闭了，然后回到了 Nashville。目前来说，就是 Custom Shop， 级别是最高的。然后就是 USA 的产品，主要 Gibson 的这一系列的差别吧。Les Paul 里边都分多少种具体的像这些型号？就是它主 Les Paul 是它一个系列，那在这个系列里边还有多少个不同的？是有特别多是吗？这个是真是问着了，这个是太多了，而且是很混乱，尤其是在大概是从那个零几年一直到2018年这段时间，是很多个型号不断的推出吧，它是一个非常变动的这么一个状态，也不是说是没有规律，因为它大体上啊，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还是从50年代这么过来的，基本上这么几类，比如说是 Les Paul， 它是实体型吉他，ES 半空心，然后还有原声吉他，这个咱们就不说了，还有 Flying V， 还有 Explorer， 然后呢 SG 它初登场的时候，它其实有个名字叫 Les Paul。哦，是吗？对，它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我刚才提到了，其实是 Les Paul 先生的签名款。就是当时在50年代 ，Les Paul 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乐手。他是那个 Les Paul Duo 双重奏吧，跟他的太太 Mary Ford。然后他们是一个组合，演唱组合，然后会在电视上啊，那个有一些表演，然后非常火。所以当时是Gibson 的领导吧 ，Ted McKinney， 他是这个 Les Paul 款吉他的设计师，在1952年推出了 Les Paul 的这个吉他，就是陆陆续续的这些发展我就不说了。说吧，我想换一个这个。哦，好的好的。我还是喜欢这个。其实聊 Les Paul， 你可以拿一把 Les Paul。我拿一把。我还是喜欢这个。那你说？Les Paul 最早比 ES 系列早， ES 是在 Les Paul 是稍微更早一点，它是在1952年，也不能这么说，它是比 ES335 早。因为我觉得如果从起源的角度来说，它更接近更早的系列。对吧 ES 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那个 Electric Spanish， 电声西班牙，它就是 ES， 它这个型号是这么来的。 SG 刚才我拿那把 SG 它是那个 Solid Guitar 的缩写。为什么要叫 SG 呢？就是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61年 Les Paul 先生跟他的太太 Mary Ford 离婚了。然后这离婚呢，他就容易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对，所以如果是那个依然
跟 Gibson 的有这个合约 Les Paul 的合约的话，那就是 得要分钱了、这个嗯啊、然后为了避免一系列的纷争啊，然后呢就是停止使用这个、Les Paul 的这个名字了，而且当时是也是改版了嘛，成为那个 SG 琴型，61年的还叫那个 Les Paul 呢，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那个61的那个 Custom 上面看到写Les Paul Custom， 就虽然是一把 SG 吉他，你会看上面看到写着 Les Paul Custom， 所以现在的 SG 以前最早叫 Les Paul、嗯、对它最初还是 Les Paul， 这两个型以前都叫 Les Paul， 等于是这个造型就停产了，就换成 SG 造型，其实严格意义来说它就是它的签名款，嗯，而 Les Paul 先生实体型吉他的先驱发明者之一，但是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Les Paul 的发明者，真正的 Les Paul 型吉他设计者是那个当时的 Les Paul 的领导Ted McKinney， 我这发音那个自己搜资料，对，自己搜资料。最早的52年的 Les Paul 呢就是金色面板，然后它是一个老式的那种秋千式的琴桥、哦，非常不稳定，容易跑音，后来就是换成了单独的这个拉弦板在这上面，那么是反绕过来的这种琴桥，当时还是 P90 试音器，嗯，就是一个浑厚的单线圈，当时还没有发明这个双线圈，嗯，54年的时候是应用在那个 Les Paul Custom 上，56年是应用在这个 Les Paul 这个金色面板的 Gold Top 上面，所以50年代的这个Les Paul 的发展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东西，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到现在啊，就是一说到 Gibson、嗯、就是都会想到的这个 Les Paul、嗯、一提到 Les Paul 就能跟 Gibson 画等号，简直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也是在54年的 Custom 上面，然后才用了这种 TOM 式的这种琴桥、嗯、固定的，对，这是那个 ABR-1 琴桥，一直沿用至今，嗯，固定式的琴桥就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你自己有几把？记不太清吧，六七把吧，全都是 Les Paul。我说就是六七把 Les Paul、哦。我就是一把都没有。其实 Les Paul 这种，实话实说啊，因为咱们这是一个聊天节目嘛，嗯、就是很多它是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就是特别不舒服。你弹奏 Les Paul 真的是。有时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是这个高把位，就是非常那个，像我基本上我弹 solo 弹的很少了、嗯、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对他的高把位就是非常的就是不满，枪花的前任吉他手 DJ 阿什巴就是经常会在那个枪炮与玫瑰的现场演出当中就是砸琴，就是因为他这个高把位他受不了了，他就那他录音时候是什么呀、他好像没在枪花里录过音、哦也不是谁都像 Slash 手那么大，是吧？对，说到 Slash 的手，然后我还在那个 Guitar Center 门口那些那个，有在看我这还对比一下，我发现 Slash 手还真是挺大的，他比 Zagwell 的手还要大。Zagwell 的手那么多？Zagwell， 反正我是当时摁那个手印的话，就是大概比我的就是，并没有大多少吧。然后但是 Slash 比我大了一个指头尖、嗯、，Slash 手还是很大的。嗯，而手指的长一般就是外国人比中国人的手指头都要长、嗯、包括这个接缝的地方也好像短一点、嗯、对，先天条件是一方面、嗯、然后另外还有后天，然后包括你，我看你那个拇指摁弦那个这个太厉害了，这是我是很难做到的。其实尤其是拇指摁弦好多都是特别老的范儿，对对，老方法，对对对，很多是弹那个 blues 的，尤其是那会儿就是比较根源的那些，都是他们都是会用到这个拇指的，因为你总是就是站着弹琴，你的手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尤其再加上推弦多的话、嗯、你再去摁和弦的时候、嗯、如果你的手够大或者你的拇指能够摁过来的话，其实是会给你演奏带来很多，能轻松很多，这样、哦、能多一些捷径。但是亚洲人好多的时候，尤其是在使这种美式，我们可以理解成这都是美式 Fender 或者什么的，它的琴颈真的没有那么细，而且实际上你使、嗯、比如说 Ibanez 这种，它薄就是 RG 系列嘛，特别薄的琴颈，它也不是多窄，它指板也很宽，实际上你用拇指上去摁也不是很轻松的一件事，除非它是指板窄你才能把拇指摁上来，否则还挺困难。刚才聊到这个 Slash 了，嗯，一会儿咱们肯定必须得找一把 Slash 弹一弹，听听这个动静，我也找找我儿时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后来除了我在10年看过他一回演唱会，
在日本的时候，嗯，我就很少听，无论是枪花还是 Slash， 我再听的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好多年以前了。下面准备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刚才提到了一些所谓你说反人类、人体工程学的这些东西、啊。对的，除了它的这些设计啊。嗯、还包括它的一些木料、嗯、我总听说 Gibson 有这个断头的问题、嗯、肯定是由于它的设计造成的吧。 Gibson 它沿用的还是比较传统的设计，嗯，所以它的这种设计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又提到了另外一个品牌 Fender， 嗯，就是但凡是容易造成琴头折断什么的，肯定它之前是那种 Fender 琴型的这种使用者，嗯，为什么呢？之前啊，就是无论你什么样的吉他，它都是会有一个仰角的，琴颈有一个仰角，琴头有一个仰角，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就是在吉他这种乐器上面非常传统的这么一个设计。嗯、但是 Fender 它改变了这个设计，嗯、它是平的，一条线，所以导致那个很多乐手有一个习惯性的就是把琴平放在地上。嗯哦。但是如果是平放在地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角度能够把这个琴头会受力，所以很多情况下这种琴头折断啊，就是因为你把它平放或者说是怎么着啊，给它琴头产生了，你稍等，我赶紧给先放回去，别我作为一个分头的我也得放回去。其实更加反人类的设计啊，它其实是一个玩笑，只是对于咱们现在这些现代的这个乐手们来说不太适应，对不对、嗯、因为他发明那会儿还没有摇滚乐呢。嗯，因为这个双线圈的出力很大，然后再配合那个音箱啊，它会产生这种失真，产生了这种摇滚乐什么的、嗯、才会有后来进一步乐器上面的发展。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它还是比较传统，沿用了很多传统的设计。反人类这是一个玩笑吧，但是也是从侧面能够反映它呢、嗯、如果你是一个现代派的乐手，可能会有很多更好的选择。我这是没有给 Gibson 做广告。我明白，因为很多乐器到后来啊，包括一些品牌，比如说像我代言的艾宾斯啊，嗯，它的那一系列琴，它是为了要达到更好的演奏效果，为演奏而特意进行设计。对，没错，它比较符合就是现在的这些乐手。那其实传统的，包括刚才我们谈的这些 Taylor 香琴和马丁的对比，其实也是区别也在这儿。那其实传统的吉他，我们从传统的角度上讲，它就是 Gibson 和 Fender 从1940几年、50几年这会儿走出来的，所有的电吉他一定都是受这两个品牌的影响在产生的、嗯、对，没错。所以对于这种传统的设计来说呢，就是我们更多是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更多是去适应它们。当你适应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能适应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传统的，只不过是没有那些更多花里胡哨的，就是比较适合现代派的这些。就我怎么分析这事、嗯，他之所以会是他呢，他之所以会有他的特点，很多时候你需要适应他，是因为他的历史悠久，他有文化，嗯，你需要去适应这种文化，因为他比你久，他经历的东西比你久，所以你必须要去适应他。那如果新的品牌呢、嗯、是他没有我们久，他需要来适应我们，为我们提供更多可能性。有些东西是为了设计而生的、嗯、就是说设计出来一些新东西、嗯、但是有些东西是为了创新而生的。对，它创新的时候就可能会带来一些、嗯、无论说是技术的革新还是音乐的一些革新，比如说当年的那些做合成器的，对，他们创造出了很多新的声音，从而能产生很多音乐、嗯、包括像 Gibson， 像以前做音箱的时候好多东西，那其实那个东西才真正引领时代在往前发展，现在这样的东西已经非常少了、嗯、还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些 Gibson 的这些经典型号啊，嗯，它沿用的都是50年代的设计，但是其实它并不是一成不变，没有在发展，只不过是它很多的东西是在细微之处我们并不是说是能够直接能够看到的。举一个例子吧，非常经典的这个固定式的琴桥 TOM 式琴桥，嗯，然后从50年代一直沿用到了现在、嗯、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把，这是一把那个19年的Classic 新琴，对，新款吧。要是关注我的这个公众号 Les Paul Fans 的话，就是可能大家赶紧关注，大家赶紧关注啊！对，可以加一个二维码，对，把二维码在下面。嗯，有一期我是提到这个 Classic 的这个发展，当时 Gibson 来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J.T. Rebloff， 到了 Gibson 公司一看，当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R 系呢，这当时是那个 pre reissue， 就是 R 系的前身。他一看那你们做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跟量产的 standard 完全没有区别啊。他本人推出了这么一款型号，就是 classic。嗯，
当时的那个设计是非常好。如果你现在要搞一把就是93年之前的 Classic， 我估计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这型号比较混乱啊，怎么怎么着啊，包括这 Classic 的这些设计，实话实说真的是惨不忍睹。然后，但是非常非常高兴的是，这个19年的这个 Classic 又有一些回归，我们能看到一些非常复古的设计，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 ABR-1 的琴桥。但是我们注意到，它现在这个琴桥之前是采用的 Nashville。琴桥它会比较宽，为什么会比较宽呢？这就涉及到一个调八度的这么一个乐手来说，如果八度音不准呢，尤其是录音非常非常残酷的那么一件事情。 Nashville Bridge 它的这个推出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一方面问题。但是 Gibson 它现在呢又回归到了 ABR-1 的这种比较窄的这种琴桥，那是源于对它对八度音的这种自信。它的八度可以调得非常准，这也是基于就是它现在采用了那个德国的那个 Plex 技术进行切割，包括打磨品丝、打磨纸板，完了包括弦枕的这些加工，现代化的这种数控技术应用到了这种50年代的设计当中，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么一种体验吧。复古款式的吉他，但是又不用担心那种像古董乐器会担心有一种音准上面这方面的顾虑，就是它实用性也有。对对对，实用性非常好，我觉得也应该的，就是说它还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使用它嘛。对，没错，所以说是它也是在不断的进步的。我只是举了这么一个琴桥的例子，所以有时候大家就是也不要有这方面的顾虑，就是觉得它的我这个聊得比较乱。刚才谈到型号的时候，就是它其实它的走向啊，还是就是以 standard 为基准的这么一个走向，这么延续下来了。到现在再来复刻50年代的 standard， 完了就有了 R 系，或者说是复刻了50年代的 custom。但是它的主线呢，它依然名称没有变，但是它的琴是在不断的发展。就像刚才那个提到那个自动调弦，它也是在它的主琴型上边 Les Paul Standard 上面做了一些尝试，但是呢就是还是没有经受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所以是还是被淘汰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非常有幸，就是在19年就是又回归了传统。这个 Les Paul 这个大致分为两大类嘛，就是 Gibson USA 这个产线分为两大类，一个是 Original 系列，一个是 Modern 系列，就时间会检验。是非常好玩的东西，科技创新还不一定大家能接受。对，但是实际上来说它还是在不断的创新。10年前它还甚至还出过一种就是网线接口的这么一个吉他。 Gibson 它呢同一款琴它呢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甚至是就是某一些小的配件它有一些变化，但是它并没有是就是告诉你，从50年代就一直在延续下来了，每年都不一样，所以它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 reissue 再版，就是复刻嘛。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很多琴友嘛，他也会问我关于五几年的这些变化，它是一个渐变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现在的这种复刻呢，它等于是把它给简化了，就是直接就是哎，我这个哪一年是什么特色，完了呢就把它给体现出来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好。就是正好给我弥补了好多我不了解的东西。问咱们今天最后一个大的问题吧，关于这个 Gibson 和中国的，就是 Gibson 现在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运营情况？ Gibson 在中国会有没有一些它的无论说宣传啊、推广啊，或者说制造的一些计划？因为你可能更了解一些，你不是他们合作的艺术家吗？对对对，也是非常巧，就是在本周嘛，就是 Gibson 推出了就是秀出我的 Gibson 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大家现在啊就可以是在网上报名参加。我这个剪了指不定哪天才能出来。这个活动它是从4月份一直到7月份，那肯定，而且是每一周都会有一些小的抽奖活动，然后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活动，就是抽一把吉他这样，然后最终的大奖是一把 Gibson 的 Les Paul。 不要错过，不是伊比风，最终大奖是 Gibson， 中奖是那个 Epiphone 的，那还挺大的这个奖。对对对，在2020年高端的 Epiphone 会回归到美产，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美产的 Epiphone 就是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Epiphone 我小时候用过，我买过一把，当时在通利买的，叫 Wildcat，都是那种很稀有的型号，就是 Gibson 已经见不着生产，或者说这个可能就是 Epiphone 自己生产的一些系列型号。对，还挺好的。然后我们一会儿再去谈谈我们想玩的这些琴，今天试一试。特别感谢静轩老师来给我讲了这么多，跟大家一块分享了好多我们可能不那么熟知但又很有意思的一些小分享。
谢谢金城老师、嗯、啊，也谢谢高峰老师给我这么一机会、嗯、咱们就是为了多给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咱们去听听这些琴声好吧。你要不先把你手机什么先压在这儿吧，我要么我不敢弹啊。没事，我直接把我人压着。啊、哦，这也不用无线。先抽个身来上。是。那波儿，那波儿。Slash 的量产琴，等于是他推出专门一个量产。我发现停在那音儿上不下来，他是回收。经过是开光的，等我攒够钱了，马上来，直接拔，拔没事。